亮，先给你一个功课好了，先推导一下，你还记得那个 intention two body intention 怎么写吗？在 case 里面，你可以写一下吗 ？Two body interaction。对对，你写一下。在 case space。对对对，就正常的，用那 creation 跟 instruction operator 你写一下，会长什么样子？用写空白的那些写。用写空白的那些写一下。我发现他们，我发现你想要这样做。对对，很多二分之一还好啦。米基尔也常忘记二分之一。对。剑修米基尔特征还是常啊，忘记。match error 当量了，其实我搞不清楚，它应该是 match 是吧？应该是一个 match error 吗？对，没想到它这个上次有打，上次哦，之前有打，这个、上上次有打。上次就倒了，还是需要再倒一次给你看吗？不用。你可以回去看课本上有倒，但课本讲的有点不详细。那但是如果你觉得有卡住的话，你再跟我们说，我们再讨论。我们量力有教。哦，你们量力就有教了。但是我觉得他都乱讲。你丢谁？王道伟。王道伟啊。你也是今年修的。那个我一样，量力有教。我觉得他那个导法比较，他好像是用 few operator 然后什么之类的嘛，其实这样导。我觉得这本书的这个导法，我觉得我比较喜欢，就是他都是，然后下标是一二三四吗？应该不是哦，下标要注意哦，下标我记得没错是一二四三。如果说要 Fermier 跟 Boson 都通用的话。我知道，也是要看你是前面那个 match error 是怎么样啊，是怎么定的？对，就是这样。那你还记得上次我讲说，就是我们可以把 create， 等一下，你加分号，那个什么分号？没有，这样子在 second correlation 的缝隙应该就是这样子没错。那你可以定义一下那个哦，还有 spin 对，spin 没关系 ，spin 现在不理它，我们先不理 spin 好了，先不要理 spin。那你可以定义一下那个 match element 吗 ？match 那个 v mu one mu two mu three。好，这样。
是不是要看是什么作用力啊？如果是库伦作用力的话，哦，没有，你现在就可以把，你先把它当做就图八 D operator 就好了。图八 D operator， 就是，比如说这样子吧，你把它当做是这样就好了。你可以去这个其实就是 match element， 就是你加这个 u one， 嗯 ，u two， 嗯 ，u 三 ，u 四去加这个 class day， 这个 class day， 哦，这个其实就是这样子，就是对，对，那这个。那你可以想一下哦，你可以想象，就这里是一个差一，对不对？然后在这里一个差一嘛，那一的话，这个地方是什么？是比怎么讲？要怎样？就是低。三拿四好了，对。比如说，就是反正你这个是随便嘛，这个 R 几这个没差，你这个差一个一嘛，然后一 K 是 D R 三 D R 四这样子 ，R 三 R 四 R 三 R 四这样，对不对？可以插这个东西嘛？那这个东西弄在上面，这个反正上面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微方选嘛。这个拖延上去就是那个 product wave function， 就是比如说是这样子 ，u 三 r 三 ，u 四 r 四这样。对。那这个东西，这个作用在上面的话，就是说，这个就是 u 三 r 四这样子。那这边你可以再插一个。再插一个这个东西嘛 ，R one R two， 然后同样的方法去弄，然后把 DOR 放里丢积掉之后，你就会得到一个积分，你试试看，是什么？得到一个积分？对，你就得到一个积分，比如说是像这样子，就是然后 B， 哇 ，R one R two， 然后这个是 Y star。你这里插进去也是跟插，就是插进去。
大这边是什么？二零一六应该是这样。对对对对。啊，可是你刚传进去后，因为会有丢掉，把两个丢掉回去。因为你作用在这个上面之后，它会变那个变成这，就是作用在它这个还剩下来。最好复习一下上次。OK。后面我这边应该拿上。这个可以写成微方圈嘛，对不对？这个也可以写成微方圈嘛。哦，对，这里要写。可以把它写成微方圈。我其实还好，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应该也是，就是你应该 debug 掉了方向，因为你这个是那个连续的那个 call 的那个 basis， 应该是 R1 就，你可以这样想，你现在这个内置嘛，对不对？对啊。那这个其实可以写一下，这个其实就是乱跑的。写两个，这样就这样。对，然后这也写过去了。
哦哦，不一样。对对，你可以用这个东西。对对。然后这个是啊啊，后排。对对对，啊。对，那你用这个进来带进来，然后把它整理完之后，你就等到它上面那一个 real space 的那个，你就等到这个 real space 的。那你现在不要试试看？好，哇，练习一下，这次不会难吧？你要试试看。啊，练习一下，先把它，先练。然后来复习。没关系，要复习一下。我们要看我们进度慢一点没关系。你先读前面吧，还是你对后面比较有兴趣？我们现在复习第一章。来复习第一章。现在这一下，然后我把它带上。那这样的话，把它带进去的话，这个。你想想看哦，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其实是用 5K 这个 100 set 来展开我们的 view array。是是。对，那你想看要怎么得到 CK， 有没有办法反过来得到 CK？ 就积分嘛。你还记得吗？那个以前就是那个什么投影到 Eigen State 上面是一个积分，那个你还记得吗？就是两边圆的类似那种。就是你把整个积分嘛，对一个 phi， 比如说对一个 phi k ground 积分这样子，就不是就积一个 phi， 就是你示范一下。没有日记你可以用啊，对，哎，要关掉对吗？要关掉，关好，好，你那边蛮杂乱的，看起来有点奇怪了，好，塞，然后塞应该是塞头发吧，是的，还有。对，就是这样子，对，就是这样子。那只是这个地方的 fundamental numbers 都不一样，四个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带进来之后，你这四个都要把它区分。然后不止这。
带进来，全部带进来之后，让你跟这个去做一些计算，你就会发现，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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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哦，是三只好哦，这也是这样子。我这个这边打的都是准备下的，带进来的。就是你就要变成有，你就必须要变成有，比较，你就必须要有四个 variable，然后。对，咱们想要 keep 住。U1 U2 U3 U4。find new 三 R one， find new 四 R two， find 然后把四个这个带进去，然后都区分开来，还好吧？那这样抵押要六，对，要六个抵押。可是你没有发现这个地方有 summation 有四个，所以最后其实。会应该会变出四个第二套方圈，然后我们另外再变出第二套方圈，然后我们再把它收掉。这绝对不是。我记得我们都推出那个没有问题。是哦。这个倒了。哦。最重要的方法，三，对，这样没错。那另外。这个不用看，就不用 start 了，因为它已经这个了。
上。哎，牛四，牛四，左手牛四。拉入，然后最后一个。就其实还进去的这个东西就是不是有个东西是这样吗？我想一下，是这样子吗？是这个，然后我记得好像我们可以把它怎么样呢？把这样子吧，把这样子，那因为这是一嘛。这样这个动作变成什么？就丢它，啊，剪，啊，掉。对，那这个东西你把它整理一下，它变成什么？它变成 ，y， 的 ，new， 哦不，啊 ，star 是不是 ？star 乘啊，没有。啊，这样，对不对？这东西就等于丢它上去。那你有看到这边有四个打眉卷的吗？这个打眉卷，对。那所以也就是搭配，比如说这个东西，这个三角形这个搭配哪一个？另外搭配这个，然后叉叉搭配这个叉叉，然后圈圈搭配。这个圈圈，对，因为刚好你看这个没有 star， 这个有 star， 刚好可以搭在一起。那最后还有正方形，搭配正方形，对，那这样你就四个第二大方形，四个第二大方形。那所以四个第二大方形的话，你就把它干掉之后，你就变成，你就是到时候最后积分出来应该是会变成。反正最后就剩下 R 了，三跟一要六跟。反正就是最后就是这个。几个全部都会变成 R1 R2 R3 4 R6 都会变成 R1 R2 R2 所以就变成 R1 R2 VO R1 R2 然后这个东西，因为这个顺序不能掉，这顺序很重要，这顺序不能掉，因为这 operator， 所以说它会变成 Psi。对，这个顺序，这个顺序没错，就是这个顺序。R1 对，那这个其实就是那个在 real space 的那个 intention 的形式就是这样。对，这样我们就导出来了。哇，对。那你可以记，这很好记，就是 size 但是 R1 R2 R2 R1 这样。对，就这样。有点感觉吗？红色那样，然后那样，对，然后这样，然后这样，对。不过当然，课本上它前面还是有三维圈，但是是因为它有包含 speed 关系，所以它有三维圈是一个万字构还是万字？这个吗？对，我们只有 speed。哦，对，它是 UNG， 因为它是用那个什么东西，用那个 plane wave， 因为你 plane wave 的话，
哦，是 Plan Wave 才得出这个。就是他这个地方用 Plan Wave， 这个其实只要是 Plan Wave， 但是他那个地方是用 Plan Wave。Plan Wave 常用啊。好，好，先这样了。那你就可以继续。我今天要讲的东西。对，继续你准备要讲的东西。现在打字就感觉没有放自己。你的那个在这里。刚刚讲就是，固态物理中的模型，不同的模型，都买吧，对啊，没有别的。对吧？他是照那本来写的。他把它连接。基本上，固态物理中就是原子，它这边有分出两个 part， 它的 part 后面会分出两个 part， 一个是 ion part。这边的哈密托尼只要拆出这样就好，那所以超过哈密托尼会等于kinetic energy 加上 potential energy， 是不同化的哈密自己的，就是 ion。的话，还要再加上他们两个之间交互作用，所以还有就 B 一个状态，大概是最开始的，还没有加速的时候。现在讲一个创电子，那原子一个原子里面有原子核跟电子，原子核就是 ion， 那电子核，那电子就是原子。那我们现在这个哈密托尼，我们可以把它写成就是说 ion 的跟 electron 以及它们两个交互作用。好，那就是如果从刚刚我们推导那个地方来，就是那个团来推选中。这一项写的 second compensation form 的话，那就是
这个的话，的话，现在他们都是负的作用力嘛，自己跟自己都是负的作用力，所以他的咖喱跟那个没有嘛，就是负的作用力。那要写出来就是啊，兔减啊万绝对值分之哦，这边的话。带电量等于，假设我们现在这个原子它的电子总共有 Z 个，假设它有 Z 个电子 ，Z 个电子，那 Ion 它的带电量就是 Z 乘于 electron 的带电量，然后正的，所以这就是 Ion 的带电量。那这边的话就是它的平方 ，Q 平方就是 Z 平方。好，好，再来哈，好吧。好，那。我其实也不太晓得为什么他这边，他的 ion part 他是不用考虑 C 的嘛，知道为什么？他只有电子才考虑 C 的嘛，他的原子核部分就是不考虑，他自选。对吗？为什么？所以那个是。它的交互作用上还没写，就依赖场跟它的 I 啊。其实跟这个很像，就是现在这个嘛只有一个，因为一个电子跟 I 做交互作用，这是一个嘛。然后这边的 R1 就变成大 R 减小 R， 然后这个是。I am sigma， 对，它交互作用就这样。好，再来是最 general， 如果正常要解那个 electron gas 的问题的话，就是它的函数长这样，然后再去解。那我们通常不会用这么难，我们好像是会选择一些简单的 model 来去做。我们会把 Hamiltonian 启动模体向给删掉，有些 automation 把它删掉这样。
所以现在要讲两个 model， 一个是叫 Lattice model， LATTIC， 好，然后 Lattice model 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模型，就是 Ion 它是固定在一个地方，并且周期性的排列。那我们这边会分两个 part， 一个是有 ion 跟电子交互作用，一个是没有。我们先简单就是先讲只有没有交互作用 non interacting， 所以 ion part 这边的 Hamiltonian 那个 Lattice model 的 Hamiltonian 从刚刚写那个 total 的 Hamiltonian 可以删掉几项，所以就会变成就剩下你的 T， 你的 companion 电子的那个 companion， 还有你电子跟 ion 的交互作用。刚刚那个那五项就会简化成这两项，那其中这个这一项交互作用，这个由于我们现在 ion 是一个周期性的排列，所以这个交互作用这个我那块也是一个周期性的函数，它是 d of r。 那所以这个东西 b dl ion，因为它周期性嘛，所以我们给它加一个周期，它会等于这自己。加大，这个大就是这个把这次的这个金格常数。那这边就用到了一个叫岛金格空间的一个概念，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把它做布列转换，把这个 VR 做布列转换变到岛金格。
于他有那个就是重复有这个性质，所以我们在这里对啊，在我们在这里如果再多加一个大上去的话，对，我们利用那个它是一个有波及性的函数来带进去。那假如现在这个 K 啊，因为这个 K 是我们选的那个 basis， 你现在这个 K 的 basis 是这个 reciprocal basis 的话，也就是、K 属于大于这两个 logic spectrum 和 reciprocal logic spectrum 它们有的关系就是 A1 应该说 AI BJ 会等于 delta 二派 delta I， 这就是从、那个 logic reciprocal logic spectrum 来的。那有这个关系性之后，假如 K 属于这个 reciprocal logic spectrum， 那你这边的 K 带进去，这个式子就会成立。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它转成这个式子。所以我们可以写出学定特别选，这个是刚刚那个 H。但是微方圆有下标 sigma， 它是指说它有一个 spin 的一个函数，它把它存在里面，把 spin 那个 spin 它的微方圆存在里面。带进去 ，B 可以写成这样，就是 exponential G 线，这个 B 的应该放在，可以写成这样，我把它写这样，然后我们还要有一项，就是我把这个也做固定，把这个。变成
这样之后呢，你就把加一个这个东西，加一个这个 campaign 面试马太，然后把这个夹在这个。哦，没有，你继续。这个 K 是一个马的意思是，就是指某个台上的那个某个 K 台的某函数，它的写出来其实就是指某个 I K 到达，然后开始的部分。我们把这个作用到这个学生这个。刚刚那些隐私 B 啊，那个三十个码，还有 K 十个码这些带进去以后，这个东西作用在这个台上，它得出来是 epsilon k， 所以 k， 然后这边有个 delta。这边其实都有一个开，就是 A 开，这边有开嘛，这边有开，开跟开它是不一样的，其他们觉得会不一样，所以我这边就不写这些了。士兵怕就不用管了，他自己写啊，所以就是剩下啊，上面去了，这个它就变成这样，比较难处理。
prime 要等于 k 减，所以 c k 减，哇，这个 c 这个位置，那好，这个 e， 好，得出这个一个，然后这边就有。等一下那个 equation 哦，继续写写到右边，然后先不要擦掉，你等一下等好红来，我们拍张照。因为他到时候请我帮忙看，要拍照。那如果背景不好，代表说我们要做事情。好。我不太了解有一段就是 band structure。他把他可以画出这样，他从这个式子他就可以得出，他就可以先得出 block theory，block theory 就是讲说 block theory 发现，讲说你的微方程可以写成一个周期。然后现在的我那个是周期型的，那你的微方程有一些周期型，一个 U 乘以一个 exponential I K R， 他从那可以从这里得到这个式子，老方程下标有。哦，这个他应该是说这样子吧，就是今天我们得到很多 CK 了，对，就是比如说这个 K 其实它是要符合这个东西，就是那个 periodic boundary condition， 就是我想一下，没下雨，就它 K 应该是这个东西啊，二派。L 是系统的大小，这样子是。那他的意思是说，应该说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选定一个 K， 那这个 K 它只会跟就是差一个 G 的 ，G 是 G 应该是这样子。A 是那个 lattice 的那个长度。嗯。他的意思说应该就你应该随便一个 K， 他只会 couple 到就是那个给差一个 G 的地方。比如说我可以这样画哦，比如说今天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这比较密的这个是小 K。那比如说我今天如果随便选一个，他只会 couple 到比如说这个，然后这个，然后除了 G。2G 3G 这样子，那意思就是说，所以说就是我们先选定一个 K 的话，那我们可以回到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复热圈子往回来，我们可以回去找这个在 real space 里面的这个微方圈，那如果来找这个微方圈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写，就是微方圈它就会是我这边这个 K， 它就会是那个分之一，它不太好，分数越来越少。G， 然后你要把这所有的算出来 ，C K 加 G， 然后
会发现说这地方是散居嘛，所以我可以把这个 key 拿出来，所以它会变成这样子。那你看这个有没有周期性？这个东西你是不是加一个 R 没差，加一个 R 变成，因为你 IG 啊 ，IG R 就豆子就是一样，对 对, 對就一样嘛，那对对对啊，那所以说这个东西不就是这个 Q R 点？对，那这个就是这个嘛，对，就所以就是这样的，对，对，把这个定义为 user， 对 对, 對，但是我比较，我现在是有点我这因为这之前临探的时候我有看过，所以说，但是之前就是我比较 confused 的地方是说。它这个地方就是它有一个，就是说把你的那个 band index， 就是它说它应该是这样子，就是说原本因为我们的 K 原本我们是 K 是很多嘛 ，K 原本就是很多很多很多，就是比如说如果这是原点，然后这是二 G， 这是 G 是二 G， 就是说二 G， 它应该说就是我们的 band structure 原本应该是。我们这个 discussion 是可以一直下去，一直下去。这是 free 对，我们用 free natural 来看就好了。那他这边好像是说，就是因为某些我其实还没有回去复习，因为我就要复习啊。他这边说好像应该是说，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全部都移到 first round 这里来看。对，他比如说把这一条移到这边。那个话，我们可能把话说怎么样，就平移一个作业，对，但是他最后只保留 first round， 因为对，然后把这整张图一起看的话，就会发现只有 first round 之后，就是只要看这一个洞里面的东西，就等于看全部。对对，他的意思。对，所以我们只关注。只是它不走会有 band 的、啊。哦，就是应该讲，就是说 band 啊 ，band 其实就是说你那个 n 啊，就是你拉进来之后，因为你拉进来之后，你有发现它 degenerate 的话，它一个 k 对应到多减。degenerate 就是你的一个 quantum number 没办法 label 它，它要对应到很多。quantum number 基本上就是 eigenvalue 的那个，那个 eigenvalue 就是除外的，那所以这个现在是 degenerate， 但是 degenerate 的方法，但是我们不喜欢 degenerate， 我们必须想还是想要希望给 label 每一个解啊，那每一个 label 每一个解方，就是我们就加一个 n 嘛，就比如说你从第七个，然后我们就拉进来，我们就加一个 n， 就第一个 first band。哦，你说应该是 band gap 怎么打开， gap 怎么打开？这里为什么会有一个 gap？ 哦， gap 这个 gap 是因为这样子，就是回去传一本书啊，一本书叫《Condensed Matter Model》，那个这个 gap 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那个 degenerate， 就是因为我们都是用 perturbation theory 来看啊，就是我们这个是在假设，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因为如果说我们是抛物线的话，抛物线的话是 free 的嘛，对，那可是我们今天就假设说我们加这一项进来，然后假设说这一项很弱，这项很弱的，弱到说我们可以用 perturbation 来处理，对，然后但是说因为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你一进来的话，你会发现说上面这个解跟下面这个解是碰在一起的嘛。如果说 free 的话 ，unperturbed 的话，对，它会交叉。它碰在一起代表 pair degenerate， 碰在一起是代表减并嘛。对。哎，等一下，对，我对不起，我刚刚说错了，我刚刚没有说清楚，我刚刚
连累了我刚刚对，反正就是你碰在一起代表说它那个 episode， 比如说你像是能量第一个 band， 第一个 band 会等于了第二个 band 的能量。对，那这种情形你就要那个 generate pervasion theory。那等一下，这个 band gap 打开了什么问题？我搞错了。对，我记得是这个原因。那为什么 band gap 会打开？我记得是因为这个原因，然后所以说。算了，我忘记了，我放弃。反正大家再回去看你太太书吧。电会打开，记得是的。对啊，它里面给的图的话，里面就给这张图，就它有分嘛，这是 dream， 这是加那个，就有 perturb 的那项目嘛。对，这个是它只看 dream 的。会是人的。对，那我想问就是为什么从这里到这里？这个要看你太久。这就是哦，要看你太久的就是。好。你现在下来看。因为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就可以从这里就画出这个。好，我们就回来再拿回来。哦。行吗？这里你太书。我先看一下这个，就零态的东西，你会觉得很无聊吗？还好，还可以。你觉得很无聊，你就先自己看自己的好了。你的办公室现在是在哪里？是在那边吗？他跟张静怡在住高吗？你现在跟张建宇吗？他是不是去休假还是干嘛？他陈述本，他去。